不管它里面到底是写什么东西，那这一首歌曲就是一部卡通的片尾曲。对，应该也是我们现场很多朋友，或者是你们家里的小朋友，或者是你以前暗恋的男生喜欢的，可能都是在这一部卡通里面，好不好？这一首歌叫做《直到世界的尽头》，来分享给你们。我今天喝百度了，是不是？
一部卡通吗？对，就是。